本所辖内一处土地公庙日前接获报案，庙内同治天宫香炉不翼而飞，现场仅残留一组炉脚，损失估算约新台币10万元。经本分局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，全力弃嫌，于两日内巡线查获，全案讯后依窃盗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在此提醒民众应注意财物安全，并加强防盗措施，令资源回收业者勿回收来路不明的金属制品，以免触法。如有发现有可疑不法之情势，务必拨打110，全民共同维护治安。